日前才许坤工作室更新看展图，哈哈，看见了两年前的自己，奇妙的感觉。据悉，蔡徐坤受邀出席艺术展览并拍摄写真，全黑造型简约利落。在现场，蔡徐坤还偶遇了艺术家19年拍摄了广告片中的自己。请问坤坤，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？哈哈，这样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棒？坤坤也是一脸兴奋欣赏自己，原来之前的自己就是帅哥一枚，两年的时间过去了还是那么帅。啧啧啧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蔡徐坤的颜值依旧在线，帅气是必须的。现在的坤坤与之前的相比成熟稳重了不少，言谈举止都是落落大方，霸道总裁上线。虽然低调的前来，但是在众人当中还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中分的发型加上精致的面容，是众多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